各位朋友大家好，非常感谢大家有那么持续收看我们七月份的技术分析的教学。那我们今天讲到平均线的第四个单元，这里会说复杂有一点点复杂，说简单其实蛮简单的哦。在观念在于关键啊，在于你愿不愿意接受它。你如果不愿意接受它，肯定你会听不懂。但是你如果说好，我听看看吧，也许对我自己未来有用。那我觉得你会觉得很简单哈，我们来看哈，来第一个，平均线分别有算术平均线，就简单算术平均线，权重加权平均线，加上一个平滑因子，让这个平均线走得比较平顺，我们叫 EMA， 叫平滑均线。我们今天来谈一谈叫做波段平均。所谓的波段平均，就在于我去看过去已经发生的商品的什么波段。你要算它的波段哦，然后经由每个波段，我举例哈，来，我随便举个案例哈，这个就很简单了。来，请问，以6月9号了哈，以六月九号为范本，你该怎么算平均线？你的算法一定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你应该给它一条平均线，不是5，不是10，不是6，不是7，叫做8日平均，叫8。你说为什么叫 8？ 一个叫8，一个叫2。为什么是 2？ 好，我大概慢慢讲给你听。好，这一天如果到收盘是跌的，那我往前看，近期的波段你不能算这里，一定算这个点。因为这里是一个上涨，这里是不是一个下跌？这三天是个涨嘛，你必须接受它嘛。一二三，这三天是不是个跌？好，所以这是个下跌，这是个上涨，所以近期最新的上涨起点是哪里？是这里啊。那你就算从这一天到现在总共几个交易日？好，不就一二三四五六。七八不就八天吗？所以你应该给他一个八，代表什么？他整个多头这里最强。好，那你说那压力我怎么看？好，压力也简单了、啊。好，这一天是不是11631？以这一天来看，这一天这里最高点在631嘛？那这一天这里还在跳，我不管哦。如果这已经收盘了，那你就算得出压力啊。那压力怎么算？好，是不是叫11537？那这里呢11631啊，那你 就很清楚啦，我示范一次给你看哦。一个叫11631加上11537等于，所以这刚关键的对11584，压力在11584。你说真的吗？真的、啊、因为这个最高在631嘛，这个最低在537嘛，所以它的压力应该在哪里？你就给它一条2啊，拍谁？怎么跳水泥？哦，594。如果你用简单算出平均线呢、啊，会落在11594压力点。安尼有简单没？啊，就一天到一天啊，你把平均价抓出来啊，这个叫波段平均。我们再举个示范哈，各位静下来听看看哈。第一个，因为我们一般的平均线的算法，就是说我把今天哈往前看，我如果看五天，把今天跟过去五天的收盘价加起来除以5，就叫周平均线，对不对？那各位，请问你。这个周平均线，你觉得公道合理吗？不是、啊，你要自己问自己，你不要问我。你问我，我一定告诉你完全不合理，对不对？然后大家又要骂我，这小米又乱叫了。可是我讲的是事实啊，我跟我一起熟悉的周平均线怎么会合理？怎么有道理？它怎么有可能精准告诉我们
市场近期的平均价格不对，五天怎么合理？我请问你，我现在把它划掉，我把它划掉，我觉得我们今天慢慢想哦，来，假设今天您在看节目是六月九号，应该是七月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加几缸，冷缸、沙缸、细缸、狗缸，我把这五天收盘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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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收盘加起来除以五，这个叫做目前的多头，合理吗？不是，那怎么会是这五天呢？他明明是这一天起涨，明明是八天，你为什么要给他五天？那明明是背缸，你喜欢背好五缸？因为人较早都安尼教，对吧？较早都安尼教，啊，较早教唔对嘞。啊，较早教唔对嘞，对不？较早嘛讲，老爸老母啦，要甲你拍，啊，你爱徛点点好拍，那对吗？不对啊，小仗兽，一来要小棍子打你，那你就要安静让他打。他拿大铁锤打你，你还不跑？这不对啦，所以有些东西是不对的。那我们来看哦，举例，我们假设今天是五月二十五号好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在这里这样整理，那怎么办呢？好，第一个，那就往前算。请问该怎么算？这叫一天。因为它是不是一二三跌下来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要抓出它的支撑跟压力嘛。那我怎么抓支撑压力？我给它五，给它十，给它二十，不对。这里是个上涨，这里是个下跌，这是个下跌，这是个上涨，这是个下跌，这是个上涨，这是个下跌嘛。所以呢，我应该抓一个三叫压力线，然后再抓什么？一二三四五。六，六，或这个七，这里因为同一个点，这里叫支撑，你应该把它抓出来。那你要算，也可以算到这个高点，这个高点总共有几天？在一缸，一个叫三，一个叫十一。然后呢，你得出这条线，你也得出这条线，这条线就是什么？压力线，也叫支撑线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他站上这个点，他再告诉你我要涨，那是十吗？不是啊，是九吗？不是啊。所以你要精算每个波段的成本。我再举个例子哈，有一点点难，但是关键在于你要不要接受它啦。你不接受它，你会听不懂。那你如果愿意接受，就是说什么叫波段平均，就是我们去计算。跟过去的案例不一样，跟你过去经常使用的平均线的评价方式不同，就是我们去算过去的波段它的涨跌过程。好，举例，好，这个它是从12197跌下来嘛，就这一次的最高点，对不对？然后在这里一次涨跌涨跌涨破底反弹再破底，是不是这么走了？好，那你要算，先算这个高点到这里，那你就去算总共有几个哦？这是一般的平均线呐、啊，一般的平均线五十、二十、五十、一百，不是这样一大堆吗？那你到底看哪一条？你说啊，这一条这里站上是支撑，哎、啊，不跌破，啊，这里守住，这里守不住，那这里怎么做？不对。不应该复杂化，而是给他一个很简易的方式。那我怎么给他一个很简易啊？你就算好，因为他从12197是不是跌到多少？跌到这里，那你算总共几个交易日嘛？好，一、二、三，哒哒哒哒哒啊，对，十五天。所以我是不是在这一天，当他从12197跌下来，好，这一天拉出一根长长的下影线，在形态里面。空方逃逸，空方捷径嘛，然后出下降三空，拉出一个长长的下影线，代表它要涨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纵使这一天不知道要涨，那这一天也知道啊。为什么知道？因为这里是不是出现由下往上第一次缺口？这里是
上往下的缺口，两个缺口对冲，这不就是个倒型反转吗？那倒型反转你要设算好它要涨到哪里嘛，我怎么知道它要涨到哪里？所以呢我们就用波段平均，你就算得出来啦。好，一二一直算到最高点，总共15天，所以我是不是应该给它一条什么15天平均线？好，来我们来看这个点，它有没有站上？有啊，绝对有站上了，绝对有站上了啊！可是，一旦跌破呢，它就死掉了，它就跳起来，它不能跌破，因为它是整个空方波段最主要卖出的压力点。这个压力点站回去的，代表过去卖出的又买回来的，要不然就是买盘远远大于过去的卖出，它才站得上。所以整体上面对股市，你就很平常心去观察它，它能不能站上这整个波段已经形成的压力线，站上了就叫做强多啊。再来，你要去设算这整个波段它的平均的一个什么支撑。既然是整个波段的支撑，它就不可以跌破。它跌破，它在告诉你过去整个上涨、下跌波段，市场所有的人都套牢。所以，平均线它不一样，每一种平均线各有它的一些优点。至于简单算术均线，不代表不好，不代表不好，不是不好，而是在于你要因材适用，你不可以用一个相同的简单平均线去套用每一档股票，不可以。你说不可以，当然不可以啊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你说我用十日线，那十日线适用台北股市上千档个股吗？不见得啊。可能适合台积电，就不适合联发科啊。我们吃药物，医生都会问你，你会不会有？你有没有吃什么东西过敏？你对什么药物有没有过敏？有没有？对啊。那股票市场，你一个指标可以套用所有的商品吗？为什么大家都不接受这种观点呢？就是因循就是过去怎么样我就怎么样，如果过去怎么样我就怎么样都大赢，那你当然不要变。如果过去怎么样你一直抱怨技术分析不准，那我只能告诉你，你的方式不对了。好，所以呢我们针对趋势指标，趋势指标里面很多哦，特别是平均线，我们今天讲第四集，就是你要去精算每个波段的平均交易价，把最高点到现在的天数算出来，以及最低点到目前的天数算出来，你就可以得出最主要的结构。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马上回现场。PSY50 进场 ，PSY 祝福您阖家平安，身体健康，操作顺利。0800555808，0800555808。加入固德投顾，让您赢在股市第一场。立即拨打0800555808，0800555808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一样哈。我们刚刚今天教了波段平均，对不对？那你会觉得说，可是你这一次平均线，我感觉上哈，讲起来都好像不看好简单平均线。不对，我非常看好简单平均线，关键在于因为大家都不对，你说都不对，对啊，你们都做错啊，你有脑扣脸，我们通通错，只有你比较聪明，你对，不是因为我没有胆子，我胆量小，我直接告诉你啊，因为我不能输，我不能输，我输了会员就输了。我们今天一个人买卖股票买错了就输嘛，对不对？我不是呢，
我输了是全体会员大家一起输呢，我不能输啦，不是追求胜利啦，而是我必须不可以失败，我直接告诉你，就这么简单，没有为什么。那你说那平均线简单算出平均线，那到底该怎么办？适才适所，针对不同的商品，必须给予适合它的平均线。啊，对呀、啊。那你怎么适合适所？我举例哈，这是加权指数对不对？那我就一定是这样子啊。假设哈，这个五啦，那我就给它六，我就给它七，我就给它八，我就给它九，我就给它十。然后十一、十二、十三，我举例哈，十四，好，不就这样一堆吗？然后我去看哪一条最准啊？就这样子啊。每一档股票，你应该是这样子，按部就班，一笔一笔的去精算它，抓出最准的点。我举例哈，六月份不是爆发那个惠普控诉广民吗？对不对？那要没收广民，连续嘛两次嘛，一个是地方法院，第二是二审嘛。那能不能上最高法院还不见得哎，人家不见得接受哎。那要没收广民的所有财产，那大家就想说啊，那广达怎么办？好，所以我们来看，我们用简单平均线哦，简单哦。好，我会告诉你，我会给他这一条。你为什么要给他这一条？因为我比对过，以广达为例。追求最大效率，最大效率，绝对不能输。拍谁？叫做八，叫做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从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，我通通去比，比完之后，成功率最高，获利率最大，不是每一档股票哦。以广达本这一档特定股票为例，最精准的叫八，八的什么简单平均线，所以我不猜的啦，我怎么猜得到？你就我们经常讲理性，我真的很想各位，当你用五日线、用十日线，你觉得你理性吗？不然那些情况，我没有骂你哈，你别误会，我啊，人家讲五啊、十啊，我的五加十，我最想要问你。人家告诉你五跟十，那、啊、你觉得他讲的是对的吗？你为什么不自己比对呢？那我比对完，广达明明是八，来各位请看，这也是买，没有错吧？这也是买，这也是买嘛。好，再来看完买，你要 A、B、C 是不是买？这里叫卖嘛，这里叫卖嘛。好，我是不是在这里买？这我们不要讲卖了哈，这里做多，这里做空，这里做多，这里做空，这里做多嘛，是绝对对的。我讲的是每一笔哦，然后我去算啊，这笔做多会赢，赢不多，但是还是赢，输不了。这笔做空会大赢，这笔做多一定赢，这笔做多大赢，对不对？好 ，A 做多 ，E 做空 ，B 做多 ，C 做多，通通都赢。你只会输哪一笔？输这一笔。然后这一笔输多少？输五毛，输只输五毛钱。我请问你，你要用几日均线？那你告诉用是五吗？用十吗？你为什么不精算它呢？所以。我觉得就是技术分析哈，里面呐、啊、有一个东西叫统计比对，大家长期很多分析师都忽略的。我不是说他们不专业，他们都很强很厉害，但是往往他们忽略了一个东西：你如何去打破过去不理性的技术分析方式，那让它真正贴切真实的市场。应该是这样子吧，我们经常讲股票是不是有股性的、啊？对呀、啊，那什么叫股性？老板的心态啊，不同的个股它波动不同嘛，它的走势也不一样嘛，它涨跌幅度更加不同嘛。
所以你怎么可以用一个相同的模组去套任何不同的商品来做操作呢？你当然会觉得这个技术分析不好，不对，因为你要做比对。那如果你问我，我会告诉你广达用八，过去这一段期间以来，你可以把失败率降到最低，成功率拉到最高，并且怎么样？它的风险，万一它错了一般哦，啊，这些平均线对不对？破平均线这一笔是大赔哦，你多是大赔哦。突破平均线这笔康的也就输哦，它不是，它最多就输这么一点点，能输多少？那为什么不这样子做？啊，高本本就干单呢？哦，所以这是为什么后来我们只好用一个更简易的方式提供给我们会员，叫什么？叫 PSY。PSY 做法啊，也没有什么啦，就是正五十给它半康，负五十给它做多。那过去的我就不要再讲了好吗？因为很多朋友，我不是要跟你讲绩效，我只是我就不讲哈，你就自己用看的，看的哈，看标题就可以了。我的工作就在于我提供 PSY 给我的会员，我必须不能造假，不能夸大不实，这是一月哈，把每一笔都揭露，每一笔哦。每一笔交易过程哦，每一笔二月哈三月，哦，直到三月底，每一笔，那因为每个客人都有啊，一个叫手机版嘛，一个叫电脑版嘛，对不对？这到三月底哈，到四月，啊四月，然后到五月，我现在讲的都是每一笔哈，然后到五月底。是不是一整个月？然后到六月，六月的第一周，不是啊？而且这五个，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在录制，现在在六月嘛，今麦刚六月的第二周嘛，今麦我在录影是六月第二周了，是不是六月的第一周？这个叫做一分钟 PSY， 这底下这叫十分 PSY， 我就把每一笔的过程揭露出来，然后呢，因为。不仅仅是追求胜利啊，而是在于我们要做到维持不失败。你不能输，不能输，不管赢多赢少，我就是每当输。我感觉，不然为什么我们看到 MMV 上来？为什么0056市场的游资不断涌入？就如此啊，大家也怕了。长期以来对股市也真的害怕它的风险，所有的讲法就在于 PSY 本身它叫做反转指标，它是反转指标，趋势指标也叫被动型指标，那同时指标叫量价，那反转指标里面有所谓的 KDJ， 有乖离率，有我们所使用的 PSY， 这些都叫反转指标。反转指标的优势在于它会领先市场，那告诉你，哎，这里要跌了，这里要涨了啊，所以呢，你就照着做。这个叫手机版，一个叫手机，一个叫电脑。正五十要做空，负五十要做多哦，也就是说，这里叫正五十，这里叫正五十要做空，做空呢，零轴要平仓。那负五十就做多，我的工作就是把每一笔都揭露出来，然后让会员你可以去检视。啊，当然你有夸大不实嘛，我就揭露每一笔，你有对照啊，你手机的有，你电脑的有，你就去对照，是不是每一笔，是不是每一笔几分钟的电脑版，十分钟的手机版，我就揭露吧。电脑版十分钟，我都有揭露了，有啦，在这里啊，是不是电脑版十分钟？啊，不是每一笔吗？你就照着做啊，一笔不要多，赢三十点，十笔也赢了三百点吧。因为失败率低嘛，成功率高嘛。那欢迎各位，如果说对我们的 PSY 有兴趣的，也欢迎你可以询问我们的服务人员。节目最后祝福所有朋友，阖家平安，身体健康，操作顺利，谢谢你，拜拜。
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